神教冲水路，热闹迎客王。嘉义县布袋镇新温嘉义庙一年一度的冲水路迎客王民俗活动，昨天上午随着十多顶神轿冲入水塘迎客王展开。相传每年农历3月27号，会有20尊的王爷聚集在新温外海一艘看不见的王船，在海水涨潮时，顺着溪流进入新温做客。为了尽地主之谊，嘉义庙会邀集附近庙宇神子，一同下海迎接这20尊来做客的客王。神轿于水中绕巡一圈后，陆续上岸，将客王迎回嘉义庙安坐。沿途吸引众多民众跪拜在马路上，等待神轿认给他，祈求神明保佑平安。隔天再以恭送仪式结束整个祭典。动新闻嘉义报道。